我叫摩根，是一名猎人。赛季末鱼龙混杂，极难上分的段位除了钻石，还包括赛季末的王者段位。看不懂的队友，看不懂的操作，从天而降，仿佛受到了天美的制裁，星星掉的肝疼。淡定，这只是每个赛季末的常态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承包野位，就是为了极快的创造优势，即使队友不是太理想，这样胜算或许更高。看来开局的局势还不错，一分钟之内已经拿下一血，并且快速的将对手的蓝 buff 输入囊中，有点小赚。果然如此，对面的野辅也过来反野，想把经济持平。不过既然来了，那就留下吧。显然没有四级的超级兵，战斗力低了一倍不止。开局局势大好，可以把节奏再次提升一个档次，快速刷野抓人拿龙，在各路都打出或多或少的优势，无形中提高了团队的气势和优势，还有自信和整队的战力。将下塔推爆之后，开始疯狂打压对面野区经济，还不错，抓到一个落单的亚瑟。整体差距太大，他只有跑的份儿。你别说，他还真扛揍，打了这么久才死，是个狠人。想尝试搞事情，不过对面一下来了三个，这我可搞不赢，被秒也说不定啊。我开始后撤，暂时放弃交战。不过对面明显没有饶了我的意思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赌一把。勾住小明，直接甩到身后，一个位移远离甩牌哥的攻击范围，然后快速输出将其打死。此时我血量见底，在万分紧急的时刻，一发二技能直接中断了他一切操作，僵直的瞬间两发普攻极限击杀，再慢0.1秒，我铁定会陪他一起死。继续发育寻找机会，都说七杀必死，我也体会到了，相当难受。不过我必须淡定下来，拿下大龙，敌方四人已经抱团推中，我从后方冲了过去，一个位移成功逃生，也骗走了他们所有的关键技能。虽然我此时没有了作战能力，不过队友可是满状态，三人非常优秀，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，疯狂逃窜。我也顺手路过捡了一个人头，打出了零换四的好成绩。我将小龙拿下，陪着队友入侵了一波野区，捡到了些小便宜，不过由于太过自信，忘记了对面甩牌哥的爆炸伤害，一张黄牌让我当场阵亡。好吧，不能再拖了，必须尽快结束战斗。到了后期，我们可没对面强势，直接压上高地开始火拼，快速清理了两个大麻烦。此时我也残血，面对甩牌哥我还是有点怂的，毕竟被他秒过一次。暂避锋芒，让队友全部撤退，一起进攻大龙，稳妥才是最棒的获胜方式。现在不谨慎，万一团战没打好就会被一波。集合上路准备推一波，不过并没有讨到好处，还被打成残血，只能回家先补给再来进攻了。不过没想到队友没等我直接开战，打得还挺凶，我来之前已经死伤过半。不过既然来了，就必须将威胁降到最低。完蛋，宫本过来包抄，我这点血量肯定复活了。不过不慌，换上名刀继续作战，如果他不怂，或许还会有转机，太可惜了。那么本次的狩猎到此结束，队友的付出功不可没。我叫摩根，是一名猎人，本局侥幸获得胜利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